我妈的名言就是每日不做不食，不工作就不吃饭。今天吃什么鱼啊？白鲳。哦。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我那件灰色衬衫啊？好好，我先帮你们订吃饭。14300，货到付款。大嫂，那幅有花的找得到吗？马桶旁边有你老公的尿尿啦。这个周末可以让妈来住两天吗？你想接妈过来住？怎么照顾？你爸搬回来，我能照顾得了，我就能照顾我妈。你们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会成功啊？我们每平是75万，总价3000万起跳。要在台北市找1000多万的房子，真的不容易。你把这个钱拿来投资，半年后再还你道不？你可以早点退休吗？你们有尊重我的想法吗？家用钱都用哪去了？你的天哪，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你想要它有多高它就有多高。我的人生没有你真不知道怎么办。